喝一组嘛，可能有时候不准，那我就来测试，总会准嘛。嗯，会很准。那谁要测？我测你啊！擦死！我没有看出那个棉花棒是比较粗，没有。有吗？比较粗哎、欸。哎呦哎，他在跑、啊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 T 哈，看起来要限行哈。乱讲。聪明歪歪帮你找答案，大家好，我是导编，我是滚一边。做过快筛吗？那各家的快筛又是长怎样？那这些快筛要去哪里买？我们今天要一次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准备四组快筛，某一些快筛是抗原的，还有核酸检测的，比较贵的都准备好了，来测试给大家看。测一组嘛，可能有人说不准，那我就来测四组，总会准吧？嗯，会很准。谁要测？我测你啊！擦死！那如果确诊要怎么办？确诊隔离马上。好了，在看我就是那个鼻孔啊被擦之前的时候。请大家一定记得一下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，然后给我 按个赞，然后并且分享更多人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做快筛，去哪里买快筛，对好不好？那大家在检测的时候如果是阳性千万不要慌张，检测出来阳性的东西啊你就先把它放好，赶快打1922就会有人来协助你。是阴性的话那你也不可以太松懈，所以你还是要做好所谓自我的隔离跟健康管理，每天出门还是要把口罩戴好。那我们筛的第一个就是这个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福尔微创，其实它是台湾制的啦，然后一个350块，五路是1800块，所以如果你叫五个人买五路会比较便宜。好，我们拆开之后，你看它有一个给你放垃圾或者是检体的一个袋子，还有一个刷刷小刷刷，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试剂，还有一个要滴上去的东西，就有点像那个验孕的那一个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点像验孕的那个。那如果说你比方说你觉得说明书字太多的话，其实蛮多的厂商他们都有提供影片啊，字真的很多。多。然后这边还有图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第一个动作是消毒，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哈。这个东西就要把它插在这个上面，放安稳之后打开这一个，倒出来确定里面有没有。干燥剂，如果里面没有，你这一组赶快拿去退货，因为这样子可能里面的快筛试剂可能是会有受潮的问题。接下来重要的步骤就要开始插人了，千万不要去碰到这个头，来，赶快！我要怎样？检测的人，你要把头稍微仰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，左边跟右边的鼻子你都要弄，插进去大概1.5到2公分，在那边转个4到5圈。然后这一个东西呢，可不可以自己来啊？不行不行啊！转完之后，你放进去这个里面的时候，你要开始搅拌，搅拌一下之后开始静置，大约1分钟的时间。我靠，我要这样子做4次，对，我会昏倒。它很贴心的地方就是它已经给你一个废弃物处理袋，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直接把它收进去放在里面。还有一个本来就附好一个盖子，你要把它盖起来。它这个东西呢，你不要超过5滴，不要少于3滴，都会影响检测的结果。倒完之后，你要开始计时，计时10分钟到15分钟。它上面有一个 C 跟一个 T， 就是说 C 一定要有颜色，那才是代表你的检测过程是有效的。对，如果 T 有亮起来 ，C 也有亮起来，那代表你就是阳性。就不管它 T 的颜色的深跟浅，你都要把它视为阳性，所以赶快打1922。但是如果你 C 没有颜色的话，那就代表说就是你刚刚检测过程失败。对，我觉得整个过程都很重要。有呢 ，B 这边有颜色，然后 T 这边没有颜色，所以代表是阴性的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目前检测第一个对阴性，所以大家记得至少要放10分钟的时间，它才是准确的。所以我们第一个测试结果呢是阴性，抓了来。第二组这一个东西呢，是其实我们华氏每个人他都会发一个给你。这一个呢，它是罗氏快筛试剂，然后它是韩国的，韩国制，它五个呢就要1700块到1800块。它拆开一样有一个重要的棉花棒，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它上面刚好有它的制造日期跟那个有效期限，然后说明书，啊说明书没用啊，看我们。帮我剪掉这一句话。那因为这个没有试管做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用上一个的试管做。接下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要来开始插人，这种桥段就特别的兴奋。
八，什么脸？大概转个五圈，你想多转也没关系。转完之后放进去，每一家切维的话还是有一些不一样，但是这一个韩国制的这个就要捏一下。哎呦喂，它是跑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 T 哈看起来要变形哈。乱讲。我们先等一下哈，第三个。我们现在才前进到第三个，第三个是快得力，快得力这一个是美国制造的两个八百，它是7月1号才进来，所以也算是目前最新的。打开之后，你看它是一个很完整的，好多东西哦。它一组可以测两个人，那我也可以插你了哎。不要，我已经测过了。它这个检测是用这个调制，然后试管架，对，试管架，所以我们先用一个就好，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拿给其他同事哦。不要下掰好吗？用力转 ，Oh no！ 转个四圈，然后放进去一样要搅拌。它有一个试纸条，有往下箭头，你要把它放到那个试剂里面。对啊，那个坑坑十分钟。哎，我们看一下上一个。根据检测结果呢，你看还是阴性。耶、yeah ！最后一个啦。哎，最后一个很厉害哦。核酸检测它的正确率可以到几趴？97哦，97。但你还有3%哈。哎、欸，我已经通过了两个了，到底想怎样？打开一样之后，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要插鼻孔的棉花棒，然后它还有电池。为什么用到电池呢？等一下你就知道。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包装，接下来一个大包装，然后接下来是说明书，还有跟第一个一样，我们废弃物的袋子。那这个是检测仪器，它用英文标了阳性。跟阴性完全就是机器自动帮你检测它是阴性还是阳性。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试剂，试剂要放哪里嘞？放在桌上面，但他说一开始先不能压。试剂跟其他的都很。对，它是有葡萄味道。打开葡萄味，其实它这个为什么会贵呢？因为主要它是第一个它是核酸检测。这个最让我就是惊讶的是，这个东西是丢掉的。就是它这个机器整个一次就丢，整个用过以后就要丢掉，它没有办法再测第二个。我没有看出那个棉花棒是比较粗，没有，有吗？比较粗哎、欸，太好了，好棒！哇！转完之后把它放到这个里面，弄好之后把它压下去，就等待时间，它就会开始作用。我们刚刚来看它的成结果，你就直接把这个试纸用完之后，放在这个上面去比对。这个东西如果它跟这边一样，你看它就是阴性的，这是阴性的反应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是得到结果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等下一个核酸检测，要多久？30分钟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叫个下午吃完再来看。不愧是最贵的，然后也是就是最耗时，但是也是最精准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大家注意看，我们手机亮了之后，它的这个同时就一起亮起来。那我们检测的结果呢 ？Negative 就是指阴性啊。来，大家看一下核酸检测啊。如果你是 positive 就是阳性的意思。好，对。那我们现在这一台呢，只剩下电池可以用，整组都要丢掉了。对，不要浪费哈。那我们测完这四组之后呢，你认为哪一个是比较好用的呢？我来说说我的心得啦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真的很多家人都要一起来测，然后你又有经济预算的考量的话，那这个就很适合你，因为它很好买，然后又便宜，然后基本上那个操作又很简单，再加上又是国产的嘛，就是我们也有想要支持一下 MIT 的东西。但是如果说最有仪式感的，最有很像那种所检测、生化检测的 feel 的，你想要体验一个完整又是最绝对的话，那当然就是这个首选。对，但是它价钱真的不便宜，1830，就是1000块是花得很值得。你最终你要的是一个高达97%以上的这样准确率，真的就对。那你今天通过了40%的那个考验之后，四个东西弄起来都是阴性，代表四家厂商帮我背书的健康宝宝、哦，所以代表说，你平常做的可能洗手啊、戴口罩啊，都做得很彻底，你没有去太乱跑，没有做人与人的连接，有啊，那个有那个手用啊，网络连接，有网络连接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，等一下，你没有检测，
如果你喜欢听，我昨天测了啦，这边还有，这还有一份啊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样子，拜拜。他真的有在跑吗？他在 ready 耶。我好担心，意思是说他还没开始，有什么问题会出现吗 ？Ready like yours。我们刚刚插不够进去，还要再更深，30分钟，现在才刚好开始计时而已。